连接气管啊，然后把吸盘放到筒内，回电管也放到筒内。连接毒料出口的管子，连接气管，打开球阀，调整压力，调整压力。不要开关，只有喷枪，喷枪第一道风，第二道涂料，你站远一点，可以通过它的这个绿化效果。使用完毕，打开涂料管，把回量，所有的量。